这个梁记海鲜大炒就是在这间1188冷气茶禅寺里面的，在达曼沙拉家的这一带。吃了很多年了，他都开了很多年了。嗯，一个配合包饭哦。嗯，很好吃哦。嗯，香吗？很香哦。它的里面肉很 juicy， 味道很美哦。有肉有干啥？有。甜鱿鱼，我们加了鸭煲豆腐煲，这个是鸭煲豆腐啦，大家看下啊，这个豆腐呢好像滑捋捋，珠光咁滑，你睇又大卡冇咁滑啊，跟住咧佢入边有好多材料噶喎，你睇又有木鱼啦，又有这个叫做咩啊瓜啦，跟住呢个包菜啦，仲有瘦肉啦，仲有呢啲啊。好多雜菜喎，雜菜咯，菠蘿肉終於嚟啦！菠蘿肉咧，喺我細細個嘅時候咧，食到而家咧，我真係覺得呢一間比較好食。跟住啊，你睇佢嘅菠蘿肉好厚實噶，你知冇？哦，我覺得啦，我認為啦嚇，你睇一支崩啊，你知冇？哇，肯定係好熱啊！哇，好吐司哦！你都咬落去係咪？裡面出咗咩出出裡面？啊，佢嗰個肉啊，嗰個質地啊，汁係咪？啊，黐住嗰嚿皮啊，佢可以好有嗰對咬嘅感覺啊，你知冇？口感咩叫咬嘅感覺？啊，即係口感啦，口感啊，你咬落去係咪？哇！個粉係好厚冇？唔會，佢粉係好薄嘅。汁咧？係汁。跟住嗰個汁咧係啱啱好嘅。就佢呢度咧，仲有好多菜好好食嘅，例如。阿三鱼好吃，但是我最想吃佢嘅阿三鱼哟。阿三鱼真系今日换喎，我哋下一轮嚟啦，再介绍俾大家。OK， 这边的咧，跟我们上次吃那个巴生的那个香客家排骨王不一样，这样不一样。那边光脏脏的。呢个咧就系好舒服，好舒服啊。因为这个有渣，那个是煎到很干。然后把是那个你们吃过一次还会倒回去吗？不会啊。应该是吃过就算，对不对？嗯。但是这个呢？这个就会倒回来了。哦，何止倒回来了，你都不懂吃过几次了咯。有加饭了哦。哦，带你来吃一次就一直爱上它了。我已经爱上它了。对啦。虽然。跟你比还是你美一点啦、啊，干了塞。肉吃饱了，终于你看你们空溜溜啊！你睇，啊，食翻呢啲咩大葱头咧，我就冇咩食啦。你睇，人食菜嘅。你睇我个朋友话，好似美人照镜咁啊！不过系美男啦，不过系美男啦。他就是配晚上罢了的，你们要来吃呢就晚上来吃，然后中午呢是那种
这个就是老板娘啦。帮你按。你看 ，Jeffrey 又骗到一个 subscriber 了。